苍沟大集，这是什么鱼？野生鱼，二十海鲜。野生鱼，野生鱼，草莓一桶8块钱，西红柿2.5块一斤，豆腐2.5块一斤。这大瓜真不小。怎么卖的？4块特价了啊！4块钱一斤。4块钱。瓜你好吃啊！哎，这瓜真香。没有劲儿劲儿。啊，真香啊！4块钱一斤。多少钱这姜？10块钱了。好家伙！这姜现在呀，跟你说没法整了。涨10块钱了。没法整了，我跟你说嘛，掉了几天，过年掉了几天，完了又涨回来了。又涨回来了。好家伙，真贵。打那个保鲜剂能便宜点啊？在8-9块钱左右。8-9块钱。对，这打完样去了。这个呢？蒜呢？蒜9。大蒜9块钱了。全都涨钱了。这人干活不值钱。嗯。草莓西红柿10元3斤。二十三六。这西红柿这么大。甘蓝1块钱一斤。没事，别着急。这给2块吧，谁带？2块，给2块。好嘞，真便宜。1块钱，1块钱啊。真便宜。就卖1块。啊，就卖1块。对，就卖1块啊，随便挑，随便选啊。看看这黄瓜，真便宜，10元8斤。100块钱我赚钱。便宜吗？这太便宜了。我不给他，不给他。抢了。你放一个月都不两块。看样是熟。这个是什么菜呀？干韭菜。什么菜？干韭菜，干韭菜，干韭菜，这菜咋吃啊？吃馅儿、凉拌都行。啊，新蒜8块钱一把。本地大蒜，本地大蒜，味儿大。5块5，我要5块啊！我要5块，跟你要钱。反正我要钱，咱少不？咋卖呀？这个？5块钱一斤，9块，韭菜1块钱一捆，1块，这也太便宜了。家人们，1块钱一捆，便不便宜？那真好，太棒了。1块钱一捆卖不动了，1块一捆，来给我装一捆。要个10分钟了，还没卖一捆呢。今天生意真难干。白菜咋卖呀？白菜白菜1块5一捆，看看这白菜。哎呀，要白菜1块5一捆，真便宜。卖两块的。卖2块，3块钱。啊。这咋卖呢？1块钱。1块钱一斤。好家伙，这也太便宜了！来，小叔，等一会儿呢，行吗？啊，我逛一逛，然后我回来再买。买多了，我得拿着呢，我还得拍视频。等会儿再买啊。这白菜2块钱一捆，这一大捆才2块钱。好家伙，这也太便宜了！啊，这2块钱是真够便宜了。真便宜，2块钱一捆。本地的菜苗：丝瓜秧、茄子秧、西红柿、辣椒秧，都咋卖呢？老乡，不是你要什么呢？茄子秧，茄秧5毛一颗，5毛钱一颗，啊，真便宜。前段时间卖1块，现在便宜了。这本地小黄瓜下来了，咋卖呀？3块5一斤。嗯，本地小黄瓜真好哎。啊，这黄瓜好，5块钱3斤，5块钱3斤，来，我装5块钱的。好。
这个朋友好。五元三斤，七块钱的。行，七块就七块吧。兄弟，不管你立身打开，不立身不要紧。五元三斤。这一片这片就点黄瓜。买了七块钱的。这边这边的黄瓜，这黄瓜特好吃。好吃吧？这黄瓜好吃。黄瓜特黏，特好吃。啊。咋卖的，猪肉？我是你粉丝。哎呀，感谢关注，老板啊。十一块五一斤。十一块五一斤。鲜肉。这么便宜啊！对，大锅。这芹菜真漂亮。这芹菜咋卖的，老板？三块五。三块五一斤。本地的。大蒜咋卖呀，老板？八块一把。八块钱一把。统一价啊，都是八块呀。东西不一样。东西不一样。切多大？跟说的炸完了还多大？五块钱三根，来给我装三根，多便宜，三根才五块钱。买我们这个必须买三根，要买一个十两块钱，买一根两块。你说买一根五块，来买。买三根，有袋儿吗？给我装一下子。小萝卜一块钱一把，小萝卜才一块钱一点，一块钱，五毛钱一把，还不成我卖，五毛钱一把，这水钱都不够，还纸钱都不够了，你别把这个这儿的，一块钱，那你没有了呗，这垃圾这东西真便宜，这个是什么菜品吗？野菜，野荠菜。真香啊，香吧，啊，是不是也香，是闻着都香、啊、这咋卖呢？两块钱一个，两块钱一个啊，来一个尝尝，来一个，好嘞，我尝尝，嗯，真好吃，两块钱，老板多少钱呢？猪肉十一，十一，有十块的，十块的，十一的，五块的，十块五，猪肉便宜了，对，都是早晨现杀的，现杀的，热热热热，早晨现杀的，十一块钱，白嚼不烂，烤鸡二十二一只啊，二十二一只是吧？鸭呢？鸭的二十五，鸭的二十五，烤鸭，配只五花肉三十五。哎，咱在那儿烫啊。别忙那竹子吧，你给你说，老上往那边烤。行，慢慢买点鸡肉，回去你可以吃两口。上个鸡妈给抢了吧，烤了好几炉。这鸡卖不了，让你放假呗。是，这现在过日子了，有点。朋友们，刚刚从大集出来。今天逛的是房山长沟大集，阴历的一和六，短视频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，拜拜。